大家好，我是斐南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观众在私信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王者 M200 王者金戈相比这个 M200 幻神有什么区别。其中呢，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掌上 M200 是否跟幻神一样的防抖。好，我们来看到这个子弹方面，无畏金戈呢子弹数是13/39，没有属性加成。幻神呢有子弹加成，然后是15/45。好，通过慢放的明显可以看到，这个掌上 M200 呢，它切换速度是慢于这个幻神的。另外，这个无畏金戈呢是有两种换弹动作的，速度呢是一样的。除了这个切换速度方面，这个连进速度呢，这个掌上 M200 也是比不上这个幻神的。好，最后呢来看到这个枪声传播距离都是16米啊。属性方面呢，这个幻神有这个尖锐视野，然后这个掌上 M200 是没有的。综合来看的话，这个掌上 M200 还是不能替代这个幻神的，这一点的话一点都不惊讶了，毕竟这个掌上武器大多数都是比较那个性能方面呢，手感方面呢都比较有点区别。那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